Dolores， 你今天好漂亮呀，穿的是什么服装？我今天穿的是朝鲜族的传统服装，叫韩服。你现在在哪儿呀？我在中国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，也是我的家乡延吉市。可以看，这是一个朝鲜族的民俗园，有很多漂亮的小姐姐在这儿穿韩服拍照呢。在延边有很多的朝鲜族，所以也有丰富的朝鲜族文化，也有很多朝鲜族的美食。欢迎你来我的家乡延吉市 ，Learn Chinese with Dolores。